15苹果日报 News Flash 美首进行核弹升级测试。 2015年7月10日国际新闻 A 24美国空军与国家核安全局在内华达州军事设施内首次进行具争议性的核弹升级测试。头则 B 61-12核弹哑弹 B 61-12核弹图 早在60年代已经投产，测试计划是为了翻新核弹的各种部件，以延长核弹的寿命。英国每日邮报。